不好意思，楚总，我可以请问一下，你跟可菲是清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在这里等多久啊？他们讲完就出来啦，总不会在里面一辈子吧？所以可菲那个时候跳出来承认他跟你的事，是为了保护周微微。楚总，你要相信微微，他有能力可以好好自己解决的。我在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相信，尤其是李浩一。不好意思，楚总，我刚刚问你两个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你到底要问什么啦？我要问你们两个睡过没有嘛？睡过了，看得出来，周微微，你们真的睡过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我这么信任你，我这么爱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你说话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要我说什么？我要你说你爱我。说你不爱楚克怀，说你还想跟我结婚，说你跟楚克怀什么都没有，说你还想跟我重新开始。我待不下去了。不是，楚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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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是想要知道你们睡了没有？没有啦。楚克怀，如果你真的不放心，我去帮你看一下。我去。等我回来。立TV线上。